伫个产品之中，内底已经六七支上好滴啊，阮才寄来给你。哦，啊，你相信我？喂喂，你相信我啦，听好。这是甜点，吼，伊即只咱麻糍啊，中国有只咱冰淇淋，还佫来加一块薄薄的，变互你食嘞多层次，吼，听好。这啊，退冰就会当食，比如讲暗时你若规口在你食饭食食，你下日冷冻攞起来，无退冰嘛会当食冰冰佫愈好食，吼，啊来做迄落饭后甜点，大家食食咧，这草莓，这。抹茶，啊！你要啥物？啥物口味？你甲我讲。啊！这芒果，啊！你相信我，我一定好食，才有客来买恁的。三百几啊，五六面，吼！你要啥物口味？你家己拣，一百落，来一百块落啊，一百块。一个芒果的，一个两个。我变成收钱，我怎会晓用？草莓加一个。草莓哈。哎，这啥？一个芒果。芒果来。草莓加个一个。来。草莓。来，够有要来无？一百块落。一百块，刚够有要吃啊？拢有啊吼，排下去。谢谢。拢有啊啦吼，有啊我收起。我把这样雪梨甲卖卖好不？啊，这雪地雪梨啊，这雪地吼，即人你讲个扁雪啊，伊个迄个尾粒吼，它的尾段。啊！你家用煎来食看卖，足香的哦！啊！你家煎落去，食肉足油的，足嫩的安尼吼。来，啊！我来讲，你要食雪梨，免五百，来三百，上面食三百块了。来三百块，上面食鳕鱼的三百了。来三百块，到要食雪梨的三百了。来三百块了。三百块到要食鳕鱼的三百块。先做正常了。来三百到要食雪梨的。是的，这还好卖个，好卖个。会开。别，莫搁走嘞，先下伫你边啊，落我这拢无位。哎，你有要食迄落啥物？迄叫啥？披萨无？有人要食披萨？啊，有人要食迄落是叫啥？广式瘦肉粥无？拢有啦吼，拢有啦。消费几点啊？没被钓。吃啥？哈哈哈。我。别我先讲吼。哎，你要走好吗？也袂啊！你若要走，我讲我叫人来摸落去哦，你免家己摸。你要啥物啊？有啊，保利龙好吧？好啊。就是讲保利龙哦。阿伯，你要食雪梨无？曼梨有无？曼梨有啊，有啊，有啊，有啦。啊。其实哦，我甲你讲真心话哦，是啊，你这是摸了别人人家看。其实这箱我是家己心内一定拍算，我要砸重啊，我不爱阁卖啊，是拄好伊有甲我寄一箱啊，伊甲我去仓库寄一箱这啊，啊我袂甲恁骗吼，你唔好看这袂起，这真正肉足甜足油啊，适合小家庭，你着暗时也无几个人质量的，你甲整三四只配饭足好食啦，好无？金龙三四五个人客甲我买落啊，三百块落好无？三百块，你甲我买三百好无？你四零我一届好无？三百块好无？三百块敢无？你甲蒸看卖，食看卖好无？看谁咱人也买一箱好无？好食。三百块好无？三百块。啊，讲真咧，这若卖你三百，这冰霜你慢慢来化鱼啦。我卖你冰霜，我唔是卖你鱿鱼哦，吼。这拢我哩，这拢我哩。你冰起来豆豆食，这一袋卖你金刚啊，尔三百咯。好，头前好食。来，安尼这拢我哩，安尼三百块，你豆豆煮好三百，啊，把油搁先这冰霜吼，一落一份五百，三百够有要来无？三百块。三百够有要吃来无？三百块咯。雪梨三百。三百够有要吃来无？三百。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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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千块了，毛要吃一千块了。嘿，阿伯，我唔是甲你乌白讲啊，这毛去海产哪行足贵哦，你一只都五六百、六七百哦。我两只给你哦，我三只，我唔是乌白甲你卖哦，我四只你买着退钱啊，五只给你啊，一千了。阿伯，剩这五只给你好无？你遐一千啊，你只拄啊剩一千。嘿，啊你若无好食，你摕一只来，我当全部人一千退给你好无？你相信我，一千块敢好？我无钱，你无钱，你讲到钱。阿伯，无你食袂了，你听少，你要几只拢买，这一只两百。啊，你要买几只，你卖勉强。你先试食看嘛，你唔捌买过，你卖买啊，就你要几只。我无甲你算较贵啊，伊都五只一千啊，你要几只拢无要紧啊，你卖勉强啊。我买两只。好，无要紧，拢卖勉强。阿伯，你好食，连刚刚加买挂了吼，你甲我买，我来讲一句说，够人要买两只无？拢无啊。
四百，要不要？行。最后这只两百，上面也无啊。剩一只两百。行。哎，六百。无这啊？这只我家己外付啊，卖几年啊？你敢知？对啊，这鱼翅，这下口几帮料理嘛。这一包煮好320，我来讲，我招三个人去搞买鱼翅羹，一只也免招三个鱼，招鱼啊鱼熟一包，迄拢唔免阁讲啊，全部三个搞买新客钱先啊，开200就好啊。等下啊，我这包鱿鱼肉肉串，几包拢了了块，我这包阁送互你食，200块起拢去食，200就好，两包拢我招牌，安尼啊，200块起拢去食食。阿姐，无啊。不是啊，这个你要煮的，对啊。来。对啊，你要煮的东西。有啊，我来上台啊。枇杷酒，咱要吃有剩一只。吃。好过。大阿，你敢捌买过？啊，有好吃无啦？哎，我讲真诶，这只枇杷酒，我甲卖，啊，我甲食多食，我卖了无好呢。没有。真正卖了无，啊，这只真好吃，你拢袂晓吃，我推销你拢袂晓吃，这只你甲碰，你甲看买着就买啊，敢搁有？有啊。还搁一只。还搁一只。两百有人要吃，这一只鸡啊，两百你是考虑啥破胖啊呢？哎呀，分是十摆啊呢。最后这只两百，恐求恁啊啦。这只。那个什么？那个叫啥？古风放山鸡啊！放山鸡。放山鸡啊！最后这只200怎么吃？200最后一只啦。不胖啊，200，收起来。哎，这恁买两车平好无？这一包两袋好无？200了好。200给你啊，300给你啊，这包搁送你啊，这唔免搁考虑啊吧？拢来啊，包过啊。哎，这月亮虾饼啦，这包啥？你知啊？包虾啊，啊这无同，这有包飞机。这一包鱼啊，我200-500，我来讲，同款三个人给你先卖钱，我先卖你哦。来，最后一个100无啊？最后。行。鲑鱼卖了呢。什么鱼？鲑鱼。哎，我来给你介绍这个无。这七块呢？哦，第一啦吼，这七块我真正甲卖几十年啊吼。啊，我是换真空的袋啊，互你，就是讲唔免阁来只伫遐卡大细个啊吼，卫生的问题吼、哦、来。我鸡块好食歹食都唔免讲，迄有在就卖要几十年，迄毋是你乌白白的啦吼。迄若卖了无好，早就甲停啊啦吼。咱就是长期是卖，人家好食过来，好食过来，来来去去卖卖啊久的。全部啊，金龙三四五六七七个人家好食歹食唔免问啊，恁食看卖吼，食看卖试食看卖。100了，来100，鸡块100，我试下看嘛，没有关系，唔免落啊。100，100好啊。100，左边两个要紧的。100试下看嘛。100够要食无？鸡块。100了啊，帅哥头前要看。100够要爱无？100最后2包，100鸡块真正好吃哦。100够要爱无？剩四千块啊。100够要爱无？这个袂好玩啊，啊。一包拢有啊吗？知影起来收收起来了，收收起来了。有当时啊做生意吼，足歹准则的。我甲你讲，是安尼讲足歹准则的。我连续三工出去做生意，三工拢有人家你甲我讨这种物件，这种物件我长期性拢伫网站里边，啊，我着现场拢无炸来。我是讲三工人家拢去做，我今日专工甲炸来。目前甲什么8点外卖无半包，卖无半包哦。听我讲话，这叫牛筋呐、啊。哦，牛筋呐、啊。麻辣牛筋呐、啊。还要白白去提起哩，吼，这个工课你用好。这牛筋小块咸咸哦，吼，啊你甲炒菜、甲煮泡面拢有适合，啊。嘿啊，炒一盘迄个啥，迄叫啥？人你炒牛排叫啥？迄叫啥物菜？菜空心菜就硬菜，吼。这炒一盘硬菜就几啊五，这两包炒起就500。我来讲，两个人客、三个人客，唔免500，牛筋贵哦，无俗哦，300了。来300块，谢谢，安尼拢我你啊。拢来啊！我足久无卖牛筋了，我拢在日邦互你卖尔。我无你走来现场的啦，讲真心话啦。来，啊，客起来，啊，许人家欢欢喜喜啊。啊，你后壁敢有啥物要搁我卖？牛腩哦。啊，牛腩。你敢有要食牛腩？羊腩哦，敢有要食羊腩？这起码十工起来，十工就抢了了，一届呢，拢我一届就抢了。哦。来，许人家讲，许人家讲，讲好清楚。你一问就无以后吼，你注意看，一问好就收了了。恁看我甲恁介绍了好，吼，你唔知恁看我甲恁介绍。53年，最烧的今年是。无，这是辣的，这是黄米，我无可能卖遐物啦。是啊，我无可能卖遐物。你摕遐物来卖哦，卖哦会食遐物尔。你卖黄米会当卖哦，爱食黄米的，爱食遐物买当卖，伊家己人嘛。哦，哎呀，所以我袂完美，我袂爱袂咸。
因为险的就爱看人买，你想我无食险，你险的你卖讲啥，你搁送我嘛无啊？因为我都无食，我上惊食险的。哦，所以我拢袂尽量袂完美的啦。哎，麻辣的嘛是讲特定的人去买的啦。吼，你若讲一寡特定爱食险的，我嘛是会买啊，买到迄个五更肠旺啊。哦，是迄个麻辣口味，迄种迄个麻，迄个牛三宝啊。啊，若像即个大众化的物件，我拢计完美的啦。哦，大众化，来，这支啊，我逐工拢会讲一下。哦，这支即卖全台湾最夯的。哦，你也当去查看卖，十三香的五谷鸡腿排，伊用十三种的食材来甲生，啊，口味足赞的。啊，一支甲伊做甲遮高。哦，啊，恁家己看，这是黑白讲的。哦，啊，这规支一支骨头拢无。哦，来，这一支含百八，两支含三六白了。啊。就是你们怎么样的降价白了了吧顺顺好平了吧来来来来我来说四个人给搞买了吧不用招五百不用招八百好来啦这样这么紧啊大机都没过来了一二三四五个了吧不用五百三百块了来三百块了吧来开三百了吧来三百块了，三百块了，十三箱那个五谷鸡腿排三百块了啊，来三百块了，他要给。这是名字啊。哈四个了啊，啊我加一支给你，啊那无咱就卖送你啊，好吧？开三百了啊，三百块，三百块，另外加最大只的这个。来三百块要来无？五支啊，四支啊，你放心啊，后礼拜无可能搁卖你五支啊。啊，今日拄着生意歹，明仔无好恁啊，三百，还要几只？来，请啊！